这到底是什么病啊？性别分化异常，这是一种非常罕见的先天性疾病。杨希兰她一个人拥有两套完整的生殖系统，那这个要怎么办啊，李博士？ 世界上这么多人，为什么偏偏是我得这个病？你有事情瞒着我，你不会不选男生吧？我只要选他，不选幺，骗他，他骗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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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
你毁了我的人生，我也可以毁了你的作品。